的一个工程车石鲁。在建立静态防御工事的技术方面，我们已获得了更多知识。在我们每个人都能雕。怎么说？破城锤。他想破我城，我这边快扛不住了。哎，我怎么跑了？买一个，对对对，买一个，我有钱呢，为什么我不买呢？弄他，不过去。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城快顶不住了？驻扎在城里面吧。拿石弩怼我，我要死。回都回不去了，好嘛。把自己怼死了。我靠，什么呀，这个石弩这么强的吗？伤敌20，自损50。惨败惨败，我城丢了，没什么用啊。让条路出来，站在这边的。哎，我怎么血量越来越低了？不是驻扎回血吗？不能住在人家的地盘吗？没钱付军费会叛变，哇！和平时期，这游戏这么真实吗？这游戏，所有单位升级花费少50%。看来穷兵黩武是不行的，我现在已经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。还是要和平发展，和谐社会，和平共处。像某些国家啊，看好了，到处惹是生非的，命不长嘛。商人共和国，人文主义，外交部门，归正会。哎，真看不懂，我是真的看不懂，在别人地盘回血5点，行吧。我现在只跟一个国家外交了，锤他，不是攻城锤吗？为什么不锤？行动力不够，退出来，退出来。移动加一，可攀岩，这么屌，加防守。战车
好可怕。Harald Sigurðarson stendur fyrir þér。就是这个貂毛，我认得他，挪威共和国的，是他吧？骂了我一晚上，不是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不能打他？到底要哪样？工程锤要哪样？直接用兵砍城墙是这么个意思？哦，但是我还是掉血啊，我怎么掉26点血？这兵没什么血了，他修一个城墙我就这么难搞，他要是个个都修城墙，我就没法打了。这个没有。个个都有城墙，是不是要造一大堆工程锤，还有什么什么工程塔？这个城我已经放弃了。工程锤让近战无视城墙的额外加。锁在一起吗？后期开轰炸机，真的假的？你这样一说，我就有点兴趣了。工程单位，如果我们选择攻击城市，工程单位。骑兵，掉29血。我这一队人只剩一个人了，我怎么感觉你扎在原地还在掉血呢？要把自己烦死了。这谁呀？给我1块钱。大理石、象牙、铁，都是来找我交易铁的。后期 AI 不搞防控，开轰炸随便打。等我玩到有轰炸机的时候，怕是一个星期都过去了。终于拿下了。太难了，快快快，扎着回血。这游戏可真难玩的，这游戏。8个人已经满了，满格了。9个人，我也修个远古城墙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宜居度跟住房不足了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
宜居度一直都很差，我的居民非常的恼火。我不是让你休眠了吗？想和解，你觉得咋样？他有赔款吗？罗马斗兽场出来就能提高宜居了，奇观要好，宜居要搞奢侈品。现在要跟我和解了，然后赔点钱。如果我假装跟他和解，然后围上去，然后再偷袭呢？偷袭！跟他多要点钱，怎么要？他无法接受。他给我一本卡夫卡的变形记，不是吧？变形记不是卡夫卡的，忘记了。跟他多要点钱，他不给我，以后别的国家就脸红了。我拒绝。宇宙的四个基本成分，好复杂呀！你们说的。让我减好感度，别的国家就脸红。这游戏这么真实的吗？看来我连皮毛都没有摸到。这游戏，我就说嘛，十个小时想入门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战术，七回合，军事工程，兵工厂，投石机。哇，这个投石机应该很屌。我要研发投石机。他这啥？为什么能开到海上去啊？你石路坐着船，想要打我首都？竞技场耸立，罗马屹立不倒。竞技场倒塌，罗马倒塌，罗马倒塌，整个世界。先借钱再宣战就不用还了。兄弟，你是漂亮国来的吧？你这套路我好像有点熟悉啊。哇，这不是专属罗马的奇观吗？罗马竞技场，远古城墙，兵马俑，还能造兵马俑。工程塔是什么玩意？造工程塔试试。拍个商业。这边没有围墙吧？血还没回满呢。奇观可以给六环内的城市加三宜居，这么厉害？好久不见，多久没见了？我不是前两天发的视频吗？又要和解，看来他已经急不可耐了，不得不屈服在我的淫威之下了。直接给我啊！算了，有点太不要脸了。要多少钱合适？罗马竞技场往这放太亏了哦，他是要放在那种几座大城市的周边是吧？
怎么跟金闪闪打起来了？他离我太近了，让我感到了威胁。每回合不敢开加爱，我现在有点心里有点发虚，主动开战还找人要钱，这么不要脸的事有点干不出来呀。脸皮太薄了，直到要到他不同意为止。那就先要100吧，他已经不同意了。那就打个折好吧，98折。哎，98折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你看，他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这么有诚意，我觉得得打。犹太教堂。搞点什么东西呢？做点什么好一点的？现在是有点穷兵黩武了，感觉帝国有点快支撑不下去了。怎么又有野人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野人打到我的。建个弓箭手吧。为什么又要重新宣战呢？我不是已经跟你宣战了吗？哦，宣战的是他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。这是一个海洋国家。这一下把周围的国家都得罪光了。他还在这里建了个城，5座城，我今天打一下午都打不完这5座城。哦，他是我的附庸。侦察兵互殴，真的是打一下午都打不完了。对呀，毛子早就无了。我是个什么水平？他侦察兵，地形有防御加成。冲！嗯？又开始了。你看，又要求和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就说他招不住我吧。但是为什么越给越少了啊？是觉得我？好商量是吧？诚心开价，
别再给我讨价还价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穷了，穷了还打毛？不行，我要铁石心肠。他再求我，我快忍不住了。再求我，怕是要答应了。我这有骑兵了，哇，骑兵跑得好快。冲上去把这个侦察兵给他砍了，再来个骑兵，不能休眠吧？能休眠吗？唤醒，道路抢夺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东西抢一波？抢不了。修理道路，我有病了，自己把道路抢了又修。车和马站在一起，什么？马。砍他！什么呀？半天了，怎么还不行动起来呀？好厚的护甲，工程车和军事单位堆叠，单位会被拆掉。你看，又求和了，他又求和了，我都已经打到门口了，你求和，真是，半天路白跑了。你能想象试图说服600人帮你将一个重为50吨的石头拖动28000米穿过乡村，并用力将它立起来，然后说：“好了，小伙子们，再推动20块这样的石头，然后就可以庆祝了。”巨石阵的场景吗？我们民众吸，我巨石阵都出来了。哎，我这个城怎么他没打我呀？再搞个兵守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罗马使徒东正教。我怎么还有使徒啊？哎呀，懵了，懵了，不知道该玩什么了。
破他防。26回合后转变信仰。哦，所以这个所谓的宗教胜利就是这么个意思是吧？把别人全部变成你宗教的，然后你就赢了，可以搞信仰胜利。我都已经打打杀杀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让我搞信仰胜利。这边怎么又有蛮族？这蛮子冲过去把蛮子给砍了。朝圣者首次移动靠近一个自然奇观，获得三点额外传播。如果该单位首次让一座城信奉你，就会获得100块钱。文艺复兴了，已经有人文艺复兴了。为什么别人的科技速度总比我发展的要快？兵马俑，我居然可以建兵马俑。隔壁秦始皇都懵逼了。我到底该建一些什么？工程完了，把自己给秒了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打不动了？为什么我打不动他了？我工程锤不是站在旁边吗？22血，这也不是首都啊。没有风云和跌起什么玩意儿？一局可以玩一年。野蛮人，这是野蛮人建的吗？哦，这不是我圣彼得堡吗？为什么一直一个野蛮人的标记在这里？去传教。DLC 啊，我并没有 DLC。我都快死了，攻个成功的，太失败了。一些非常诚实的，看不懂。砍他，又把自己砍死了。